我们主要就是一个在这边做的工作，就是一个，指导和传带的作用，帮助单位，根据需要开展一些新的检测项目和公共卫生的方面的相关的课题研究。我们工委分队在这里呢，主要负责四个内容的业务，一个是流行病，一个是病毒，还有一个就是理化检测，包括食品和水质检验。